高阶跟进阶函数学位，第二个就录制句集了。所以每个范例里面，也许我有时候地方没有讲到，你也可以去用不同的方法，可以把一个结果给试做出来。那第三个当然用 VBA。那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些哪一些方法？我想这没有固定的答案。资料量少或者是简单的，你用函数弄一下就好了，没事干嘛写程式，对不对哈？除非说你要练习啦，你如果要花一点时间练习，反正没差，想想看。因为其实哈 ，VBA 要学好，你一定要动手，而且要思考。思考过程当中呢，也会发生错误。那再来就解决错误，解决错误之后呢，也许你慢慢你会对这个语言越来越熟悉。那 VBA 目前呢，其实只是大数据分析工具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工具，后面还有很多啦。感觉好像那个打 game 哦，那个魔王，这是最小的魔王。好啊，如果后续如果你那些魔王都可以过关的话，相信你以后遇到任何资料哈，都不是问题，只怕没有资料而已。资料越多越好，像我们现在就是不怕没资料啦，好哇，不怕有资料，就怕没资料而已。反正你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什么，你要什么东西，你只要讲得清楚，我就可以帮你做出来。啊，因为逻辑啊，像我们其实做的都是顺着那个逻辑，然后一个 step 一个 step 一个 step。分别把它怎么样，有点像填空题嘛，所以只要你跟我讲得清楚了，你不要跟我讲不清楚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你连叙述都不清楚的话，那我没办法帮你做好 OK。 所以思路清晰，然后逐步来做，我想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。只要电脑能做的事情，以前你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，通通都可以转由程式来帮忙。那也就以前你要一直重复做事情，这些动作啊，全部都可程式化，而且可以自动化，而且可以全部串在一起，而且时间到自动抓，可不可能？可以啊，你就把它 run 着，它有点像闹钟，时间一到，自动去帮你把网络资料塞到资料库里面，甚至丢给任何人，或者甚至中间你还可以写一个 VBA， 分析的结果再寄给你的老板或你的客户，而且这全自动的，好。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啊，而且这已经是现在大家在用的工具了。那像你不是大大节省很多时间，啊，即便你有点像你已经请了一个人帮你每天做这些事情，啊，那你可以写很多这类似的程式，只要你电脑是开着，它就可以帮你完成。好，啊，OK，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来哈，啊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哎，这一题又更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呢讲的都是切割，那切割的话是有一个头一个尾。可是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不是一个头一个尾哦，它切割的部分的资料哈，是我要找出某个储存格里面，我要比如说是数字部分，或者是英文部分，或者是中文部分。那假设我把它分成三类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哈？不过这一题难度其实相对的比较高。那我想请你把，也许范例栏打开了 ，C 跟 D 栏也许可以先把它删掉好了。这两栏其实可以不需要，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做出算出什么呢？第一个啦，也许我们先不要做切割，我先算有几个就好了。比如说呢，我第一个问题是请问 A 栏，比如说 A2 的储存格里面呢到底有几个数字，几个非数字，类似像这样子。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我已经先放那个完成的那个什么呢答案了，有没有我们的公式？不是公式的话呢，其实主要会用到几个函数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难度其实还颇高的。第一个会用到 call， 为什么用 call 了？因为主要这个 call 里面就是要先查询一下每一个字，它里面的内码是什么？它会用 call 函数呢，把内码的讯息调出来。啊，这边因为如果你要区分它到底是英文或数字中文。你大概只能从内码去下手了。好，那怎么知道内码？第一个呢，你可以用 call 函数。那这个内码的位置，基本上在我们最早在上那个所谓的什么呢，那个计算机概论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叫内码表，就 ASCII code 的内码表。那个内码表的部分的话，我这边好像有没有把它放进来，好像没有把它放进来，是第19页哈，里面就会有 ASCII code 内码表，在这里。那这个内码表实际上主要就可以透过 call， 比如说你今天切一个字给他，比如说一好了，你切一个一给他，对不对？那他会还给你什么呢？就是告诉你说呢，
你那个一的位置是大写，那会还给你69。OK， 好，69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它的范围是在65到 Z 是90之间，如果它 call， 比如说我切一个字给它，它回来就是65到90之间，那它是英文大写。可是英文有分小大小写嘛，那如果它是97到多少呢？到122的话，它就是也是英文，但是小写。可是有的时候，我们要判断两次很麻烦，所以干脆怎么样？像我的习惯是直接先把不管大小写，全部都转成大写，然后再来判断。那你就只要判断一次就好了。可是这边又牵涉到一个问题，用哪一个函数可以帮我把那个什么呢？里面的那个字串转换成大写，所以你还需要去找转换大写的这个函数。那数字在哪个区域呢？数字是48到57之间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想要知道是47，如果它用 call 的函数，然后呢抓回来告诉我是48到57之间，那它就是一个数字。那我们这个问题里面，第一个就是用 call， 那 call 之后的话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要把那些字呢全部都剪，那当然 call， 如果你今天在旁边练习插入函数的话，假设这边把它删掉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插入一个函数是用什么呢？用那个 call 函数在哪里呢？在文字里面，文字里面有个 call 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把它一个 test， 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 call 呢，如果你给它不止一个字的话，它只会抓第一个字，因为有这么多嘛， excel 有这么多，但是它只会抓第一个字。 OK，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它回来是69，69就刚刚的一啦。可是那你想说我要第二个字怎么办？那你就必须怎么样，把那个什么呢 call 里面先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先用 meet， 比如说你要第二个字，那你就用 meet 函数做什么呢？就是切第二个字，告诉他说在这个里面呢，你帮我 start number 第二个字切一个字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会 x， 你再利用这个 x 有没有去外面再剪下，包一个什么呢？包一个刚刚最近使用过的 call， 然后把它贴上，x 回来就是88。OK， 可是问题来了， Excel 总共5个字啊，那你岂不是，可是问题来了，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些全部都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切，那切完之后再判断，判断完之后呢再帮你加总，所以这里面会牵涉到蛮多的问题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想大概会用到几个函数， call 就是关键的核心，第二个是切割 mid， 第三个呢会用到 row。那这个 row 呢，主要是你要一直往下切，但是我不知道总共有几个字，我可以用什么呢？用 row 来产生一个范围，告诉他说一直往下就对了，因为12345678，我可能不知道几个字，那你可以先把这些列出来，那我就全部都检查看看。那如果说呢，它符合某个条件，所以这边还有一个逻辑，这个逻辑是一定要是大于47，而且是小于58之间的，那如果这两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，那它就会返还一个结果了。两个像 true 的话就一啦，一乘上一有没有？那就是一啊，再把这些一全部加起来，它就叫一个一个一个全部加在一起啊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再用 sum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。那 if error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几个字，所以我在切割的时候给它的999个字。所以后面的话很多其实都是会错误，为了要避免这些错误的话，那我再用 if error 去把它过滤成零啊，记得最后就是加总，加总用 sum。 不过因为这边会牵涉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面是一个范围，范围其实在 Excel 里面就是所谓的阵列，那你要执行一个阵列的话，最后记得要 Ctrl Shift 加 Enter， 它会自动在外面产生一个大刮弧，有没有？这个大刮弧实际上呢不是自己打出来的，而是必须要配合这个所谓的组合键 Ctrl Shift 加 Enter， 它才能够把这个结果做出来。所以你会发现光这一题一个这么短短的一个公式里面就用了12345个函数，再配合什么呢？配合一个大刮弧，哇，光看到这个感觉好像就蛮艰困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按部就班。我讲过了，其实做这么复杂的东西绝对都不是一个动作做吧，其实我们可以拆解嘛，先从切割，然后再怎么样，再用 call 判断，
然后判断完再用阵列，再去判断是不是47到58之间，然后再把它加在一起，最后再执行阵列，其实就可以拆解哈、哦。那当然有点难度啦，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哈、哦，其实说真的，一个这么短的空间里面要挤这么多东西哈、哦，其实用函数来解，我觉得反而比较算不人道，就是。这么复杂的东西挤在一起干嘛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像这么复杂的东西哈，我都比较建议不要用函数，不要用公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挤在一起，你不如用什么？用 VBA 来写，因为 VBA 把它写成一个自定函数就好了嘛。自定函数，哎，插入跟他讲说前面几个就回来就 OK 啦，就把它 return 结果几个就 OK 了。那你 VBA 好处是你可以拆解很多行，慢慢写没关系。然后呢，那个阵列有点像跑一个 for 回圈。好，跑一个 for 一下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先把那个题目稍微了解，然后稍微了解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个 ASCII code， 好，这个内码，其实这内码你不太需要知道太多啦，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数字的范围在哪里，啊，前面是十进位的，好，只要知道十进位置，还有那个英文的大写，好，位置在哪里，小写位置在哪里，那这个主要是我们后面还有延伸题，就是说。我如果希望把数字抓出来，英文抓出来，中文抓出来，那这个都会牵涉到有关 ASCII 内码表，因为没有，像应该没有别的方法了。你如果不用内码，我实在想不出啊更简单的方法哦。OK， 那所以请各位哈，先稍微了解一下这一题，好，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按部就班哈，逐一个来完成。好，一个是数字几个字，非数字几个字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再来就是延伸出去啊，就是再把数字留下来，英文留下来，中文留下来，就是做切割。但是切割的话，不像上个礼拜是有头有尾，这个礼拜是不是头也不是尾，是我要哪一种类型的资料。哦 ，OK， 那当然如果工作上刚好，这也是同学工作上特别有遇到，因为他刚好他就是要数字部分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把数字留下来，所以他以前怎么办？就用人工来做，人工怎么做啊？125有没有 ？Ctrl+C，Ctrl+V， 那这样子的话还得了哈？资料少还可以做啦，可是如果资料一多的时候，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大问题了。好 ，OK， 所以接下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哈，该怎么完成。